啊，嗯，祖华，你，咋回事？咋回事？你先给我说一下咋回事去。把手放开，放开。嫂。九玲，咋还叫嫂呢？叫打。胡说！ 啊，胡说！我九零结婚了，结婚？嗯，你想的美，你想结婚都结婚，啊？你看吧，你看，这是我俩刚领的结婚证，我不认这，你干啥呢？我不认。 你不认，国家人，你看看这张子，这是法律保护的。你不要跟我讲我大道理，我想问你，你想问一下这村里的招姓的人可认不认？你问一下你老祖宗可认不认？对，你再问一下他答，你看他答认不认？我答，他没意见。 你哄谁呢？你，我不信。哥，你，九零说的是真的。好，我现在就信他去。赵淑华，你娃这陈子书，当到头了。嫂。